欢迎回来。好，最近这个科技业最大的新闻之一啊，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 Elon Musk 在收购 Twitter 之后呢，将对 Twitter 进行大规模的改造。CNBC 表示说呢，这个马斯克啊，他派任了他所信任的50多名特斯拉的员工到 Twitter， 那么协助呢他决定 Twitter 的人员还有内容要如何的调整跟删减。《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是呢，华尔街计划这个马斯克计划增加用户订阅产品，减少对广告客户的依赖度。 模式要仿照像 YouTube 啊，为内容创作者提供在 Twitter 平台上面赚钱的途径啊。喂，你怎么看马斯克现在他心目当中这个 Twitter 的改造计划？坦白讲，看不太懂了。现在先是以 YouTube， 不，因为他如果下市之后，坦白讲就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了嘛，嗯，对不对？你又不用对股东负责，嗯，对不对？那。 据了解啦，他是要减少那个审查制啦，啊，那减少审查制的话，他去欧洲可能会受到抵制哦。是，因为欧洲的数位服务法是有做很多限制的。对啊，他就觉得有些人乱搞嘛，匿名攻击别人啊，等等，他有很多行为是禁止的。对，欧盟不是说鸟就是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才能飞吗？对对对，而且。坦白讲，对数位媒体啊，这个欧盟就觉得说政府还是要担负责任、啊，嗯，不然你现在等于完全失控嘛。比如说你对电视有做管理，对不对？那欧美基本上没有出版法啦，所以对平面的，可是平面不是立即伤害嘛，是，它是会出版之后隔一段时间，嗯、那电视就是立即的嘛，因为即时，所以电视人家就做管制，嗯、那网络也是即时的、啊，是，所以欧洲人现在的共识大概就是政府要介入了，嗯。 哦，那不能够交给你什么哦，你自己决定可以不让川普上推特，就这样。以前啊，嗯、你凭什么不让川普发言？为什么不是政府来做决定，嗯、而是你做决定？那所以欧洲人也觉得这样不妥啦。嗯、所以梅克尔那时候就觉得不以为然嘛。虽然他不喜欢川普啊，可是他就觉得，哎、欸，你推特凭什么做这种决定？对。 那岂不是资本来决定言论自由吗？最近这个美国在网络上也看到，美国一些保守派的人士竟然在 Twitter 上面就大喊说要言论自由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范围希望是。我认为马斯克会乐意见到川普回来了，嗯、他本来就跟他恢复他的账号。对，可是川普不回来了，川普已经声明了，嗯、说他要搞他的 True Social， 嗯，他不回来了。 自成一格出去了啊、嗯，所以那个马斯克，我说到 Elon Musk，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惊人之举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收购完成之后，他也宣布啊，从11月8号开始呢，推特要从纽约证交所的下市啊，同时要解散推特董事会，那自己呢就成为推特的唯一董事。他还表示说呢，未来他也会担任推特的执行长，就是兼任。好，但是为什么要解散董事会呢？是不是刚刚像委员所说的，就是不要其他人管？ 不受股东的监督，就这个目的啊，为所欲为了。第一个他也不缺钱嘛，对不对？嗯、第二个啊，他其实他过去就有这种倾向，嗯，他以前就不想，他有买了公司就想把它下市，可是那个时候是戴尔吧，2018年的，嗯，他那时候买下来，他就想把它下市，可是后来太麻烦了，他没下。这个公司可能比较操作运作比较简单一点，嗯，但所以美国很多媒体也都在这个。 做为他这个下市做解释，好找答案哦。其实后来发觉下市的真的好像好处还不多，还蛮多的。他比较好去第一个，你那个财报跟你的业绩哈，你就不必披露监督。然后你整个过程中呢，你这个哈，你因为你不必受监督，不必受股东，不必顾这个股票这个证管会监督哈，嗯、你省了很多内部的很多工作，嗯、这工作也蛮繁琐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给这个所有人哈更大的权利，对于内部的管理跟营运哈有更大的发言权。要不然你有股东会的话，股东侧走起来哈，你这个所有老板哈，事实上权力是被分散的，就股东会受到监督、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事实上都少很多。嗯，所以这个他这个做法的话，不晓得会不会引起很多企业主的哈纷纷想要效尤的这个可能啊，这个口袋要够深，口袋对，它最主要是因为钱是重点，对，因为它这个东西，人家估计它要损失100亿美金，嗯，对，就是说它准备要付出100亿美金的代价，嗯，包括它下市跟买的公司，所以就是说，这个跟郭委员讲一样，口袋要够深，可是他口袋够深，他现在就要掌握完全的掌控力。对，不过他将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国际社会正在对这个将来这种所谓的这种舆论的平台，要实行监管。现在欧洲叫得非常大，因为当时他们把这个川普把他赶出 Twitter 的时候，欧洲叫得比美国大，欧洲人尤其 Merkel 就说他谁给他们权利，让他们能够决定这个社会里面谁可以说话，谁不能说话。好，这个是用公权力才有做，用公权力才行做这种事情的。那现在因为这些平台被私人掌握的时候，私人掌握了没有公权力的私人也享有公权力才能享有的权利，这是不对的。是，所以现在整个欧洲的观念是往这个走。那美国事实上已经在有一点点往这个方向走，可是我觉得可能会走得比欧洲慢。那马斯克，我想他会有一点蜜月期吧，花了100亿美金，就让他快乐一下吧。而且最近我在看网络上面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连马斯克自己都转传一个假新闻，后来赶快把他下掉，从Twitter上面下掉，就表示说他对于假新闻的这个过滤其实有疑义。是啊，所以他的这个言论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嘛，对啊，包括最近这个潜入到 Pelosi 他们家里面去打伤她丈夫的这个，他引用了 Santa Monica 的一个小报，对，然后都没有人跟进，他就把它删了。所以说在言论自由要怎么样去管控，或者是说中间要拿捏，其实那个可能真的是需要再思考哈。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他收购Twitter的过程啊，其实你看4月14号他说呢要以每股54.20美元的价格收购，那Twitter也接受了这笔交易。7月8号呢，马斯克呢又单方面的宣布终止收购，随后呢Twitter就发起了诉讼哈，试图要让马斯克回到合约上。审判日就定在10月17号。10月4号的时候呢，马斯克就向美国证交所呢这个证交会提供了一封信，说我确认就是原先的协议条款完成收购，所以最后呢是花了440亿美元啊，反复，最后成交价是440亿美元。当然，大家看说是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可是后续他怎么样去经营，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他未来还是得让 Twitter 继续的经营下去，所以获利势必是必须要考量的。从商管的个案研究来看，邱老师您觉得有没有之前有看过类似这样的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就是马斯克并购 Twitter 这个案子，有可能会写入到商管的教科书里面吗？这必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 case study 啦，就是一个个案的一个研究，有很好的例子，而且就是很任性嘛，以这个天价来交易哈，而且我可以发现，就是说他一些做法其实是跟这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大家推崇的这个所谓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是对做的，比如说他这个对他取消了，他解散这个董事会，自己当执行长，但是 corporate governance 的精神是董事会要在40的时候去解聘那个执行长，这个才是一个有强力的董事会，而且要有这个所谓独立董事的精神等等，他现在这些通通不要。那如果说让他做起来，而且他现在我看他公布一个新的方案嘛，就是说让这些有 VIP 嘛，有蓝勾还是什么交会费，用这种方式，如果说真的让他做起来的话，那这个会挑战到在商管我们对 corporate governance 的这一个理论的这种信任度。等于说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做法，但是我相信他某种程度上他是透过 Twitter 可能要培养一批，就是说对他的品牌有忠诚度的这种消费者。对，不太符合现在 ESG 的那个 G 嘛 ，Governing 啊，这个治理的部分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你会发现在 Twitter 这个最近在马斯克改造之后，他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刚刚我们提到如何拿捏这个言论自由的尺度啊？《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呢，在交易完成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推特上面的这个歧视名词增加了500%，然后也出现了大量的仇恨言论啊。不过马斯克自己就强调说呢，他管理的 Twitter 呢不会放任美国法律所不允许的仇恨、煽动、暴力言论。不讲归讲了，但是你真的要管理起来，对啊，因为大部分都在灰色地带，而且都是。很模棱两可的那种状态，所以未来这个特别我们刚刚提到，而且这个人他蛮爱赚钱的，所以我认为未来会有很多商业化的作为，那个对言论自由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有些人要打勾，搞不好可以用买的，有钱就可以，对啊，对，他真的有可能这样干，而且他愿意提供，他搞不好也要有抖音的平台，类似视讯的，也要出现在那个 Twitter 上。不，欧盟相对来讲比较起美国来讲是严格多嘛哈。那比如说他会特别强调说罚款，对不对？营业额的6%，不然的话最严重到下市。那怎么样去应付欧盟这一关呢？他这个他到哪就遵守哪里规定啊，在美国就照美国规定啊，对啊，欧洲好像还没有长臂管辖，还没有那个实力，所以他到哪就玩照哪里的游戏规则。我第一个碰到应该是 FB 了 ，FB 就要遵守欧洲规定。对，先要面对是 FB。对啊，对啊。哦，不，马斯克毕竟生意人。